眼前这个长得像无名的男人正是熊霸，他要逆天改命成为武林至尊。聂风和步惊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竟然骑着一条会飞的瑶鱼来到天下会阻止熊霸的阴谋。天下会弟子见到如此庞然大物，纷纷丢盔卸甲逃窜了起来。反观熊霸则是不禁反喜，在躲开风云合力一击后，一脸笑意地放起了狠话：我的两个好徒儿，原来你们还没死啊！天堂有路，地狱无门，你们两个既然要决定一起死，老夫一定成全你们的。如果真要围上风云才可以化解这场武林浩劫，我们愿意舍身成仁。今夜不是我俩命丧于此，就是你天下会风消云散。熊霸才不相信泥菩萨的批言，什么成也风云败也风云，今天他熊霸就要逆天改命。放完狠话的熊霸一跃而起，来到瑶鱼之上，与风云两人展开激斗。风云两人手持两柄神兵利器，合力围攻起了熊霸，与熊霸激战十几回合不分胜负。而后三人转移战场，来到了茫茫雪地之中。那头会飞的瑶鱼也没有闲着，猛地从天而降撞向熊霸。熊霸抵挡一阵后避其锋芒，一把抓住瑶鱼的尾巴，将数十吨重的瑶鱼扔飞出去，撞在雪山之上领了盒饭。风云两人见状攻向熊霸，熊霸凝聚三分归元气，一颗颗能量球不停飞向风云两人，却又被两人轻松挡下，场面像极了在打雪仗。如此过了数十招后，三人同时悬浮在半空，熊霸再次凝聚三分归元气，化身成为一座炮台，一颗颗能量球径直轰向风云两人。眼见这招对两人不起作用，熊霸不得不改变战术。熊霸紧紧抱住风云两人，带着两人遁入地下，将战场转移到了狭隘的地底冰川。风云两人手中的武器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挥砍起来束手束脚，反倒是赤手空拳的熊霸在冰川之中如鱼得水，连续数拳打在两人的身上，将两人轰出了地底冰川。熊霸紧随两人来到半空，与两人进行空中较量。聂风和步惊云抓准时机，将内力灌注在两柄神兵利器之上，多次蓄势刺向熊霸，却依旧是徒劳无功。反倒是熊霸刚刚落地，便立刻施展内力震飞两人，紧接着凝聚出巨大的冰锥，一击打中风云两人，给两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你们俩马上就要风消云散，还不赶快出招除魔？出招？再不出就来不及了！出招！在熊霸得意洋洋的嘲讽下，风云两人孤注一掷，即便同归于尽也要除掉熊霸。好，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，风云合璧！呀！聂风和步惊云化作绝世好剑和雪影刀，分别往相反的方向遁去。聂风披荆斩棘钻入地底，步惊云破云穿雾飞向高空。短短的时间内，聂风钻入地心深处又折返回去，步惊云同样来到地球外太空，如同一颗流星坠入地球，与聂风施展摩诃无量对付熊霸。熊霸不敌两人的摩诃无量，被两人直接轰成了渣渣灰。一代枭雄熊霸就此陨落，他一手创立的天下会同样树倒猢狲散走向了灭亡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江湖并没有因此变得平静下来，一个比熊霸更加强大的神秘人出现，不停追逐着天下会的残兵败将。风云这两个小子灭了熊霸，毁了天下会，害你们功名富贵一场空，该死去了。可你们武功平庸，全是窝囊废，又能拿他们怎么样？是吧？这个戴着一副冰雕面具的神秘人竟然施展出了传说中的法相天地，将天下会的众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而他就是本剧新登场的反派，比熊霸更加强大的男人帝释天。